因为确实银河战舰经常有魔咒，这艘战舰真的是设施豪华，装潢精美，没错，但就停在那个要起航的港湾，实在是待着有点太久了。上了，打了，可以直接冲向了，因为腾讯视频的方向吗？追命，把王圆圆从车上打下，王圆圆倒地，像素非常危险的旋律，火力车摇起来了，直追像素的电位 Power Boy。已经开启了扫荡模式，像素有这棵树作为屏蔽着天空的视野。于洋跟像素的这一场一整年的偷盘之争 ，TC 战队再一次在这个位置倒下了。来了，来了！到底是 TC 这边一战定乾坤，还是 4M 亲手扼杀先导的33位？再来，阿兰，他有射手步枪，他能连点，他的伤害更高，他能点到吗？一个致命的换弹。这边来自于释怀的步枪，释怀打到了清晨，也倒了。小小剑，剑神，夺目难支，落地八分，要创造时间，创造机会。王圆圆还在换弹，这样一个 timing， 对面换好了，三连暴走 ，WY 亲手的将这个冠军揽入怀中，夺、啊、冠。